24mm 的，然后我刚刚有试切，然后主要为什么不建议你们切？因为它耗材的损伤很恐怖，你只要切大约5公分，你就要放一组掉了。那你因为弄啊，怎么耗材弄耗材那么恐怖？我卖给你真的很贵，真的很重要。嗯，对啊。然后耗材的话是我们卖比较便宜，外面卖一组就要100多块，那你切个几公分就要换一组，那你如果切成，很重要。那我再试割一次给你看，因为刚刚那个红红的，你们应该知道我刚切下来。刚切下来。所以你们等一下要仔细看，那仔细看怎么看我切割的技巧。那谢谢。因为如果说你们真的要确定买这一台的话，你们要有一种心理准备，你的耗材耗损会很快。嗯。你可以拿这个看啊，谢谢。看一下我切割的技巧，然后还有我切割的，那有两个，而且你那边也可以拿。所以要注意，因为切割啊，哦，切割的部分呢、啊，我会从这边斜过来，然后速度会很慢，哦，你们仔细看就好了。来啊、哦！嗯。上手切一点，不会比上手快啊。